Chinese writer Liu Xia. Without further ado, 记得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问我说会不会有一天刘晓波就是又回到公共视野之后会不会一呼百应。那个我当时我跟晓波说，你猜我怎么回答的？我说的我感觉不到，我觉得我也看不到，我说我就这样回答的。晓波听了以后就笑了。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在那个汉堡，就是西方最强的就是19个国家加上中国，就是举行了一次会议，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只有那个默克尔在给那个在跟习近平谈这个刘晓波的西方治病的这个问题。如果说美国不发动这个贸易战争的话，就是那个刘虾能不能够出来真的是很难说。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的话，尽管我知道西方有很多人对川普总统不是太看好，说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我是感谢川普政府。Everyone to read God is Red. I mean, everybody knows about Corpse Walker, but God is Red is an extraordinary book. I found it.